今天来收这个竹筒。这什么有麦螺什么？都给我赶出去！哦，这里麦螺，这么多，还有丁丁螺。继续，都一起。这里面还有没有？哦，有有有，难怪有时还是有。哇，那个章鱼给在里面。哦，吃的挺饱的，在一个一只螃蟹给它吃光了。哇，你看刚才在里面陷到海里给割了流血了，没事没事，有章鱼都没事。嘿嘿嘿，你看一只的，可惜的那一只螃蟹。这里面也深了海里，你看挺大的。哦，这下有个章鱼了。哦，我上一个章鱼了。好，哦，又一只了，两只了。哦，有有有有货了！哇，现在这个难搞了，这个太小了。哦，一只章鱼里面，哇，还挺大的，看这手抓了一大团呢。哼，你看，哼，还挺大的。哼，自己捏在这里哈，我没抓你的，你自己捏的。哦，那么小的鳗鱼，哎，溜了！我不敢去溜，那个会咬人的。小鳗鱼，管它了。这个螃蟹看颜色就知道肯定很胖，你看不是绿绿的，是黄黄的，害怕。哦，不是，哦，老虎蟹，我不管它。哎，空的。哦，一个螃蟹现在已经给吃的都烂烂了，怎么迷糊？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快快快！哇，这是六七两有，进去半斤左右。准备回家了哈，要走回去。